驾驶证可以终身免检了，交车管所满足这些速来换证，我们的驾驶证其实是可以终身免检的，只是很多人并不知情罢了。如果您的驾驶证符合了这样几个标准，您也可以做到终身免检。想要取得终身免检的驾驶证其实并不难，它也是对我们驾驶技术和遵守交规的肯定。我们的第一个驾驶证往往都是6年的有效期，如果您在这6年的时间里面每一年都没有扣满12分，那么在我们换证的时候就可以换取一个10年的驾驶证。而在10年之内，如果每年都没有扣满12分，那我们就可以换取到终身免检的驾驶证了。虽然说历时比较长，需要共计16年的时间，但这也是对我们驾驶技术的一种肯定，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赞同。另外，我们在换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时间，像是不少人都没有注意到自己驾驶证的有效期，从而错过了换证的时间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必担心，如果超出的时间在1年之内，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去换证的。如果超出了1年而没有到达3年，我们就需要重新考取科目1了。如果超出了3年还没有去换证，那就不太好意思了，您的驾驶证将被自动吊销。